鼻影啊、脚气啊，这一块，皮肤病啊，容易出现这一块的问题哈、啊，这是客体的问题。对，什么症结？什么症结？我小的时候，鼻炎，最近的话这几年皮肤病，皮肤病也会导致怎么吃药都不行，效果不行。心盖房子，脏器强，嗯，就注意心脏、血液循环系统也会出现问题。啊啊！那我高血压就是这样，完了我就想查一下，大家住院，住院，哎，说要注意点，不好受，要去走路的样子。这样子还慢慢走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心气盖房子，后期强强气，你强气起来很不好，过高了，知道吧？中间那个大的高了，这是一层房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一层房子，你是说，这个肯定是人家告诉你气的，不然的话你不会想气，嗯、对吧？这有人告诉我这个气啊，如果你强是心气的，对。我所谓，因为你心盖房子那个再起来以后，就是心脏、血液循环系统这一块，啊、嗯。